张家玲，今日你会变孤魂野鬼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啊！好啦，袂因出因之嫌，早知影安尼毋是真好。好啊啦，看，给处理掉啦。哎，海啊，人无去啊！ 张嘉玲，你可是要跟你假鬼假怪？莫念，你一定要叫少峰，你一定要叫少峰。你莫讲，我袂为反对这款事的。这款杀人放火的代志，高云雀竟然找蔡慕林讨救兵。蔡慕林敢是叶少峰的爸爸？张嘉玲，今日你会变孤魂野鬼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 张嘉玲，你可是要跟你假鬼假怪？哪安尼啦？拄则我可能过真侪届，伊拢无伫喘气呢。伊一定是见鬼假死，这是心肠哪来？请拢真歹出入吧。 你讲你会无够一切，帮助我跟少峰对无？我相信你们代志。少峰的代志，对不？业界的人知影啊，是不是？伊已经让你去弄下来，莫念，你一定要救少峰，你一定要救少峰。你莫讲，我袂为伊管这几块钱的。这款杀人放火的代志。 张嘉玲，张嘉玲，你搁再给转来吼，我绝对袂放你煞啦。莫甲侬说啦，先甲房下讲。妈，你莫甲我爸啦，你毋是讲你目睭烧啊？莫甲我爸骂起你，你是毋是在骗我？妈。 张嘉玲，今仔日去遐起痟啦！伊知影讲，伊只嫁做你的查某囝，芊芊，你着忍心毋敢动手，莫叫骗伊啊啦！妈妈，我真正是你的查某囝。
你跳到我这边，是不是？你跟我上来！你跟我上来！阿妈，阿妈，你是上将领不是？我顶多放心吗？至少你唔免排一条人命。阿妈，那也是不管处理单条，万一也是给咱将军两件嘛代志讲出来，安尼是变安怎？我事办事啦，你若真正起笑，伊说伊走就好，咱就爱搁倒来。想知安怎想的？ 你唔是讲雪莉叫安阳月郎给伊药啊加当，敢毋是因为安尼伊才变笑的？这我嘛唔知影，想我即摆看伊安尼，咱嘛只有带伊走。啊，我若是我查到伊是惊笑的，我就会变成真正笑。这放心啦，我绝对替你老伯想秘密的。是讲家里那可能变安尼啊？ 刚刚是因为雪莉的关系才害羞的气的。小峰啊，其实我不赞成哦，你跟伊的雪莉哦继续看的。我知，雪莉是歹查甫，我嘛无介意。安可，咱是同国的。哦，安可，你头发足好风的呢。 发质哦，甲少峰哥哥同款，又咪咪。教练啊，袂用安尼，我袂动手。安哥啊，无算去啊。你食你的糖啊，你也袂听话哦，甲你送对病院哦。我袂爱食糖啊啦，我要去睡觉觉啊啦。爱生气的臭哥哥，讨厌。回去啊。